我们现在在古亭会议这个纪念馆这儿，我们刚才租了一个民宿，现在我们去租那个，红军的衣服去，我们去参观，租一套衣服。外头在下雨，下的雨还不小，现在你看，打着伞。旁边都是饭店。这里老百姓都好过了，你看盖的房子盖的多好啊，都富起来了。过去也是很贫穷那个地方。哦，前面那房子那是宾馆，更好，前面那套房子你看。是吧？是。更好。嗯，这个早餐吧，有炸油条吗？嗯，今天油条晚了没有？油条啊，我们俩都一人租一身呢，就是你给我们便宜点得了。对呀，就是40块钱，好吧，40块钱，我们俩一人租一身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到这里，你看这有。全是租的红军的服装。唉，做这笔生意的，做什么生意的都有。将军桥给表演的节目，这是陈毅的办公室，可以过来看一下。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，这是朱德的办公室，这是陈毅的办公室。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。古亭会议至1929年12月28号至29号，古亭会议胜利召开。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。根据政治关键正确、积极工作积极、有斗争历史等三个条件，选举了产生新一届的前委。其中正式委员有11人，候补委员有3人，毛泽东当选为前书记。
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就是毛泽东曾经做政治报告，也是红四军的阅兵台，这就是红四军阅兵的场地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沿着红军长征的路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。太隆生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。